搞砸一切大概是我的错，现在我们迷路就是你的错。我自己的错，不是他们太刻薄，他们不停指挥来指挥去，怎么就是我的错了？不见得。事情有了变化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该寻求帮助了。他们出现在这里都是为了我们。他们伤害了我，你是他们那一边的吗？你必须得明白，他们是我们的向导，而你却把他们赶走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出去吗？即便我受到伤害，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。不，你希望，你就是希望我受伤害。
说的那番话，我很抱歉。拜托，你必须得理解，我需要离开这里。Thank you.
我，但我不需要，我只需要我的朋友、我的城堡和我的书本。想这样吗？让我替你做完所有事。拒之门外，有什么建议吗？
人吗？天哪！转吗？我走对路了吗？你在哪儿？哪儿也不在。刚刚在哪儿？干了些什么？什么也没干。
时候我只想一个人待着，我需要片刻的宁静。除了你的朋友、城堡还有书本外，你不需要任何东西吗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我开口，我的朋友就会给我私人空间。问题在于我做不到，是吗？
你在一起，我无处可去。我是个累赘吗？沉重。
你保持距离吗？我应该保持沉默吗？为了你。我的城堡一样，我知道这么做有必要，我们可以修建其他桥梁和城堡。坏了我的城堡一样，我知道这么做有必要，我们可以修建其他桥梁和城堡。